CT 检查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那 CT 的辐射到底大不大？该怎么样去注意这些防护的问题？查痴呆症的时候做 CT 检查是为了看什么东西？我们视频前的大部分朋友应该都接触过 CT 的检查，成本比较低的一种很好的筛查方法，价格呢一般是200块钱左右。如果 CT 检查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首先呢，我们先要讲一下 CT 成像的原理哦，它大概呢跟 X 线成像是差不多的。那拍一个 CT 大概相当于100到400张 X 线成像的这个辐射剂量，它呢主要是跟它的这个扫描的范围有关系。那像头的话，大概咔咔咔咔咔咔咔啊这么多层。那如果是胸部的话，那咔的这个层厚肯定是比这个头要宽。那如果扫腹部的话，肯定是更长了。那辐射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细胞的死亡，也有可能会增加远期肿瘤的风险啊。但是呢，其实大家也不必过分担忧，如果是有必要的检查，在一年控制在2次左右，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人体呢也会有新陈代谢。但是呢，在做检查的时候，没有必要的辐射其实还是可以避免掉的，因为我们身体呢每个部位对于辐射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像腺体这些呢相对来说对这个辐射更加敏感。所谓腺体呢，就像甲状腺，还有女性的这个乳腺，男性的啊，譬如说像这个睾丸，还有呢女性的这个盆腔的一些生殖系统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做头的 CT 的话啊，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在检查的时候呢，您可以跟技师稍微提一下，如果技师没有主动帮您盖上一些防护的措施的话啊，您可以说一下能不能帮我盆部这里一些铅衣啊，这样稍微盖一下。那像罗西西所在的医院以及罗西西去的杭州的几家医院呢，都能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大部分的这种 CT 操作室呢，按照规定里面肯定是要配备铅衣的，所以呢您可以稍微的讲一下。此外呢，如果您是陪护自己的父母进去检查，有的时候呢技师可能会让您陪在身边，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向技师要一件这个防护服，稍微的披一下啊，因为啊这个剂量对您来说啊是没有什么必要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谈到辐射就色变，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接受没有必要的辐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做头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不要乱动，那一些老人家啊可能呢是听不懂这些东西，而且呢做的时候会突然发出一些噪音，然后这个床板会移动起来。那如果老人家他先前呢啊没有人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跟他说清楚的话，那做的过程中突然这个床板移动，他可能会感到惊慌失措啊，头就动了。那有的情况下呢，技师可能会重新扫一遍，那这样就额外的增加了一次辐射，这样是划不来的。所以最好呢就是家里的这个子女可以跟老人提前说好，就一会儿躺在那里就绝对不要动。那当然呢，像扫这个胸部 CT 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啊猛地吸一口气，然后屏住，时候呢运动会更少啊。这个沟通呢，只能子女跟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说跟自己的孩子去沟通，因为啊，技师每天的确很辛苦，要做非常非常多的病人，不可能每一个病人啊都去把它说明白啊，以及呢有一些啊患者他可能只能听得懂方言，那技师呢可能沟通不畅啊，就会造成多次扫描。还有呢就是身上的首饰一定要帮他取掉啊，像很多这个中老年女性会戴这个耳环，还有戴一些项链，那像一些假牙啊也可以提前取掉，否则呢这些做出来可能会有一些像耳朵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些光影会照出来，那这样呢就会影响观察。那明明都已经接受辐射拍了一张片子了，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让它成像质量更加好一些。同理呢，也有很多人现在去筛查这个胸部 CT 啊，那可能啊穿的这个内衣上面有钢圈，那这个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尾影，那有的时候可能您要看的结节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光影这样射出来了啊，这样子不扫了就等于会漏掉这个结节了。然后呢再顺带提一下，做这个头的 CT 以及胸部的 CT 呢是不需要啊不吃东西的，不吃东西的那个呢是 B 超啊，所以呢除非是做这个腹部的看肚子的，或者说看盆腔的一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前一天晚上最好是不吃东西，然后第二天啊在做检查前喝一瓶或者说两瓶矿泉水喝进去，把肠管给扩张起来，这样呢看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呢做之前一定要跟医生或者说跟登记的那个台子啊说清楚，就明天要来做这个检查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还有呢就是做磁共振，很多人问这个辐射剂量跟 CT 到底哪个大，那磁共振呢是没有辐射剂量，但是它做的时间特别久，所以它的这个适用范围没有 CT 那么广，而且价格也会更贵啊，
所以呢，二者之间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辐射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呢您记忆力下降了，医生呢开一个头部的 CT， 可以快速的判断一下是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记忆下降，譬如说是脑的肿瘤，或者说慢性硬膜下出血，还有呢可以初步判断一下是不是因为脑血管事件造成的痴呆症。那这种痴呆症呢，跟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好的，总结一下这期的视频，主要跟大家讲了这个 CT 检查在检查痴呆症中的作用，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排除的作用。因为像痴呆症中只有 60% 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有 40% 其他的原因，那其他原因呢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案的。此外呢，做这个 CT 的时候呢，有这个辐射的问题，罗西呢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身辐射的防护，但是呢也不要接受没有必要的辐射。最后呢，罗西还跟大家说了很多点这个做的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包括像手势啊，还有头不要乱动啊，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帮助到大家。